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今日行街市咧，就见到左后院买，咁我就买咗呢条斤零重啦，咁都几大条噶，四五个人食咧都好足够噶。咁我平时就会中意用西式嘅焗子鲍鱼嘅方法去处理呢条鱼啦。咁但系今日咧，我就简单啲蒸，咁都好方便。你唔想清蒸嘅话咧，想多啲味道咧，可以试下呢个方法。呢度有一啲嘅鲜橙啦，咁左边呢啲系做嘅装饰嘅啫。右边有几片薄薄地嘅橙片咧，我就会喺蒸之前我就放喺个鱼嘅底部，咁就攞去个香味啦。咁另外用酥体嘅柳丁炸酱咧，就铺喺个鱼身上边。咁蒸好咗之后咧，咁我一阵就再放一啲葱，因为我屋企人咧食鱼中意落葱嘅。剛才提過啦，就將啲橙片咧就放喺魚同碟中間啦，咁面頭就鋪咗啲蘇打嘅柳丁炸醬，蒸好咗之後咧就隔走咗啲魚汁，跟住加翻啲豉油、熟油同埋葱絲上去，咁就可以食得噶啦，味道幾唔錯噶，大家不妨試一下咯。